唐凌山今日喺社交网站宣布确诊新冠肺炎，佢喺即时动态上载咗一张快速检测阳性结果嘅相。唐凌山同近日喺九展开 show 嘅泰春玉树、老友鬼鬼更为首场演出担任表演嘉宾。当晚唐凌山同泰春玉树合唱，未有近距离互动。两个人唱完之后，泰春玉树更即时跑入后台，留低唐凌山一个人独唱。而当晚全场爆满，后台都恐变成疫区。